很多人爱吃这个咸酸甜，但是也有人惊讲这个咸酸甜有添加了真侪添加物，是不是影响到健康？大家大厦就甲在地一间卫生公司来配合开发这个红肉粒的产品，透过三合合作，和这个红肉粒的产品好食，搁无虾米款的添加物，和这个卫生也成为上佳赞的礼物。红肉粒的咸酸甜是很多人爱吃的，为了要开发出好吃的这个红肉粒的产品，大业大厦和地方的顺泰味增就特别配合，在大业大厦生物科学以生物科技的方式研发出保鲜又没有过多添加物的红肉粒的咸酸甜。研制的红肉粒当作材料，研发了这个果汁、果酱，还有那个米制粉，还有蜜饯，这样那但这个顺泰蜜饯它的一个条件就是不加这个防腐剂，不加食品添加物，所以我们这四样的产品都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食品添加物。那这个产品因为顺泰蜜饯公司他们觉得说他们公司的这个产品大部分都是这个供业务用，也就是说由这个批发商购买这个材料再去进行第二次的加工或者调配，再供应给这个消费者。这次三合合作的蜜饯公司已经是第三代来经营，为了要来提升产业的竞争力，让这咸酸甜的产品更加好，不但是好吃而已，还真健康，才会到大业大厦来配合，并且透过学术界的检测，确保红肉粒的咸酸甜的品质是优良的。那这一次呢，我们是跟大业大学的生科系由柯老师教授所组成的学生团队来针对李子的蜜饯做一些重新的研发，以前都是加糖加盐比较重添加物的一个产品，那现在呢我们就是研发减低添加物，减糖减盐，然后呢这个红肉里是来自于苗栗大湖的这个红肉里，一次开发出几十种的红肉粒的咸酸甜产品，一些产品都是三合合作的结晶，试吃了后也都感觉是很好吃，从这些新开发的红肉粒的产品也好名叫做是礼物，希望民众除了自己吃也可以当作是礼物送给亲友。中视新闻控诉馆员林报道。